起来。嗯。有伊来看到上，看到有收着啊啦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学的。所以不管学习的物件，甲咱做人的道理，讲道理，也是讲听到一寡对咱的生活有帮助，迄叫做学，迄种叫做学习。啊，道咧，为道是咱爱读书。迄学的拢是伫外口，会帮助咱、帮助咱生活、生命，叫做外口，迄伫外口的。啊，道伫内面的，要咱咱靠着内面咱家己的改变。比如讲，虽然咱知影莫生气，咱知影爱修心养性，咱知影爱运动莫平淡，但是敢好做会到？咱拢听道理足好啦，听嘛真好啦。啊，咱像咱顶一个月也有来。恁一个月有来，请举手一下。哦，是，哦，是，就请来。啊，恁一道来，一道搁来，后一道搁要搁来，会搁来。啊，道理听，搁听，搁听。啊，但是刚好去家己道修这件代志。道就是伫这个道心哦，爱道入去哦，爱有入去哦，叫做道哦。爱有乐落进去。不是虚的，不是虚的，爱是实的，爱有入去，这就是为道入顺。你有通入去，你就会知影。咱先讲讲，要讲一句话，真足受气的。台湾话叫做起毛外，我即摆起毛外受气啊！我想要开嘴讲，硬得去，硬得去。但是我听到这个吧，听到一句道理哦。哦，江叔讲了一个故事哦，讲了真好，咱袂使安尼哦，做容易即个心安尼起心动念哦，安尼就有生死嘛吼、哦，所以咱袂使起心动念，咱就爱啥回光返照，啊，佮有讲着三宝真好，咱爱甲蛇搭天桥，啊，嘴闭起，本地要骂人就骂人，哦，本地心地要发起来就发起来，即、這个就是叫做为德即事，算啥？算咱过去的，甲咱即个。人的贪嗔痴吼，万二就是遮所谓，其实贪嗔痴万二嘛是种想要的、想要做，迄、那个想，迄、那个种情绪，咱即摆聊的嘛是情绪啦，拢是情绪管理不佳。啊，咱借着道理、真理，借着三宝，甲咱的情绪管理啊，甲伊降服。啊，会当甲降服，你就会当学道啊，你就会当真正正道学道，就袂咱就甲咱讲来讲。咱要坚持学道啦，啊！搁咱甚至咱会当随化度人，啊！咱即摆拢感觉度人够简单，莫讲度，咱会感觉讲度人去度别人啊，度家己够简单啊，度家己够简单。咱敢若看着来有等，看着浅显讲好个，浅显好，浅显早安。各位浅显，咱来个有等，咱即摆来开始甲家己重点看着人，拢莫讲问好问安，嗯，刚好，好，够有法度。该当逼家己，哎吼，自然哦，头啊爱笑这个假，各位同学，这个假一定爱笑啦。虽然他拄啊，咱的苹果老百姓甲咱讲，这个身躯这啥，伊也是咧重点咧甲咱讲，笑着假，啊要收着内面有一个啥，这个假内面有一个物件，看清楚。假的裡面是啥？假的裡面有什麼東西？要想看假的裡面有什麼東西？啊，真的怎麼用出來？咱這都是假的在做主哦。咱這樣看，咱這樣想一下齁。透早起床，洗面洗水，啊，衫穿好，第一件事情你會做什麼？會做什麼？換。嘿，攏換好啊。啊，你會做什麼？照镜子，吼、哦，家己搁家己台湾话搁呐，西装打扮一下。为什么爱甲家己来看安尼衫有冰冰安尼无？吼、哦，出门衫够穿安尼，衫够穿安尼。嗯。哈、啊，无吼，衫爱安怎？还好比哦。哦，这叫做斋装。中正。中正，咱的身体头规嘛一条仔吼，衫穿好好，啊，检查好。啊，所以咱嘛是伫这个上。敢是，啊，咱来有当，咱来家己讲哦，咱家己爱宽容好，甲整理好啦。啊，所以嘛是着这个事。但是你看这个老师哦，伊即摆是采金丝看安尼哦，啊，若采色的，伊穿个衫，敢有像咱安尼遮整齐？
塔无穿到真济啦，吼、哦，四塔无穿到真济，啊，你看别人就说，哎呀，穿衫安尼显身裸体啦。敢有人会想过这个问题？有小朋友然后全问过，为什么他不穿衣服？反正小朋友做天真的哦，你拢未想这个问题吗？啊，你拢感觉讲，啊，你就是身份，吼、哦，咱就是该尊重。那小朋友做出现的哦，为什么他不穿衣服啊？为什么他衣服要穿这样啊？啊，你要怎么回答他？啊，啊是大家看就看，啊，就唔敢问，因为人大家拢安尼咧拜，也无人问啊。是安那哈咧问啦吼，伊嘛是咧甲咱讲哦，即、這个外表即卖虽然咱即年龄虽然还是当人的时候，即、這个假心，即、這个心，即、這个假在伫个时阵，咱就是爱靠着咱外表爱清气爱端庄。哦，较有法度去修正个咱内在迄个属性，迄、那个道个能力开当出来。啥物叫道个能力发出来？咱看着水个，敢袂讲出水？哎呀，这个花有够水个！吼、哦，阮即个来一张看着讲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啊，迄、那个好漂亮，迄、那个是目睭啥？咱看着即、這个，内面即、這个，啊，你看着外口迄个。多浅浅想看卖啊！无内面迄个真诶，你敢会当恁看着外口伊找恁看着遮个相，敢看会着？看袂着、哦。但是咱拢看着人迄个外表诶相，咱很容易去批判，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唔好。即、這个人对，即、這个人唔对，即、這个人会使，即、這个人袂使。这个人怎么样的？咱是是人是会安尼，我们也很容易落入这叫做是非，我们很容易落入对错啊。哦啊，迄这对跟错，咱过去人咧学，就伫经常讲祸福相依。咱人是好歹拢是甲做伙，啊福甲祸嘛是安那，拢做伙哦。所以你今日用中着一千块的乐透，嘛上欢喜。为虾米？因为过去真，即个那圣人拢甲咱讲啊，祸福就是相依。啊，你今日遇到种衰的代志，你嘛免艰苦，因为安那。祸福相依，即道理你若白了，你就知影。当着歹代志毋免艰苦，当着好代志嘛免伤欢喜，所以你会保持是毋即个道，就会甲你迄种足欢喜、足艰苦、足悲伤的心会甲你调整好。即个是甲你无好的，咱的过去的贪嗔痴，甲你调下掉、下掉、下掉，你就回到一瞬，你就会即个辛苦的业报身，后一世人你还搁在遮里。你就会愈来愈改变你的命，所以今仔讲先甲咱讲的重点，嘛是要甲咱讲，咱爱有法度放下咱这个目睭看到有过去，是大人甲咱讲哦，过去，咱已经过去世，迄叫秉性嘛，秉性嘛，过去世带来的，迄种的脾气毛病叫秉性，要互你无法度去改变你真正的生命生命，这个是很严重的。阿玛写的是单比较容易不好做，啊，所以咱一样要借着咱赏析，借着咱去，咱拢讲发析嘛吼，啊，咱第二道甲咱讲，阿玛好不容易今年的课程后续学习到现在已经90万了，90万的钱搁存一道，哦，搁存一道90万啊，啊，明年啊，咱改变唔知，因为这个如果反应不佳，反应不好，以后还是会回归到。以后的课程，第二堂课还是听课啦，吼，还是再来听课的模式，因为要看大众的大家咱的选择。啊，为什么后续会提这个？习惯，习惯，吼，你袂当改变，各位先生，习惯，吼，咱袂当超脱轮回。习惯，吼，你袂当倒去咱的高位，咱每一个人拢像神棍，拢有一个高位，拢有一堆莲花。各位先生，你敢知？咱拢是一尊神佛，咱敢知？知吼，啊话无讲话是安怎？唔知，我唔无感觉我是一尊神佛，迄嘛是好定家己哦。咱吼变成吼一个，甲你红掉一个。你即摆是一个爱显露出来，还是一个甲你红掉一个？是要看到迄个假，还是要看到真的？啊无，真真假假。诶，真真，为虾米修炼就是安尼啦？你爱伫真诶内面去看石头着假，看会出即个假，伊要显化，像较拄仔咱聊神歌一开始，
张国老大声又讲，伊是现现嘛，生是现嘛，吼、哦、现出来，啊老是死嘛，伊就是一个显化啊，甲生要互伊照着生老病死。所以，就海宗教有时仔讲啥讲，哦，上班有够难啊，上班很难啊。吼、哦，我讲啊，若简单，你就袂当去体会，迄个难啦，敢是？啊，你当有一工你讲有够简单，因为你已经行过迄个难，你才会当知影简单。各位亲戚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咱甲想，你正想啥啦？咱头拄仔讲咱来约定，咱即摆看到啦，拢来笑面，甲讲，先生好，先生早，吼、哦，啊，倒去厝了，甲咱的小孩，咱的爸爸妈妈讲，爸爸早，妈妈早，也是讲咱啊，咱的囝，咱的孙囝好，孙囝早，咱敢做会到？嗯嗯。啊，这时阵大家拢闭嘴，为虾米？很多人讲了尔，咱有法度去改变，爱选择家己愿意。当咱开始愿意，咱的囡仔、咱的周遭，甚至咱的厝边隔壁，都会影响。嗯嗯。或许拢在做这个实验，或许看各位前线，或许呢，不是讲做做香港，或许拢会看到前线好、前线早，或许得到的反应都是好早。哎、欸，这就是反应，反应啊，像行安尼啦，你的人生就像。啊、所以咱来甲试看卖较好，咱来推行这叫做问安问好的活动，好不好？啊，咱后一个月咱再来见真章哦，咱来看大家有啥无吼，啊，看有啥物的迄个大家带来反应啦吼。好，那下次呢，我们还是有刚刚有跟大家报告的是讲，咱单子也要来进行我们的诵经，哦，诵经，然后诵经之后会做回向，哦，回向啊，回向的咱就是回向完。有没有要做叩首，还是就是回向我的就好了？就一般级或许需要主要大家来做这表决之类。好、哦，咱等一下到尾做一个跟先佛感恩啊忏悔的是，为除佛佛塔嘛吼，咱为除佛功德嘛吼，为生福德，哎，咱来只借着这个时间都爱咱感恩啊忏悔啊，吼啊，啊看安尼好唔好？哦，大家先来表决之类啦吼，啊咱请伊话就暂起来吧。这公证人员，你站起来，公证看一下。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，啊，各位浅浅啦，干嘛讲等一下，咱有要叩首回向，那好，请你举一下手，啊，若无好，你就卖举吼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举手来表决。好，来，有要叩首，无客气，叩首的，赶紧来叩首。大家，大家做回礼。嘿嘿。干嘛你想啊？懂咱就卖啊，吼。好。那来，你也要来算一下，不要紧，咱来看下三分之一。好，咱请放下。啊，咱来讲哦，其实民主社会就是多数加少数，分成两种，多数跟少数。啊，少数要服从多数。好，啊，所以候选也是尊重大家的选择，哈、哦，因为这本来就是没有这样安排。那或许的当时的设计是熊熊大概就有些机会啊，等我见过我刚好大家去决定齁、哦、啊，那如果没有我们待会就要做诵经，然后来回向啊，然后就闭班结语齁，闭、哦、班结语。好，然后或许要跟大家再来征求一下，针对因为那些时间有一个分享，就是课后分享，你那一课上完有感觉袂歹，想要举手来分享一下，敢无？好，来，咱来掌声来，掌声。你感动的时阵，伊嘛拢是感动吼。啊，你听好清楚，听好清楚。
的时候，伊听到就是叽叽叽，毋讲啊啊开电波，接袂到，嘿，接袂到电波，因为咱没有跟他有接上。哦，好，还有吗？各位，有要回馈一下的吗？有吗？无啦，好，无啦，该时间去搞我后续啦。你有麦克风吗？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好来，好来，请说。各位琴师大家好，后续有一点点小小的收获，就是在广播里面在讲说为学日益，这个很清楚，学的越学越多啊，对不对？为道日损，那后学有听过，可是那个损是损什么？结果像你的在这一节讲到了，我们要损掉自己的贪嗔痴，如果损掉了贪嗔痴，我们是不是过得更快乐？是。哦，这个镜头
遮水，怎安怎？怎安甲捡倒来，敢会？没有。哇，这张树安尼遮水，还甲放一下，敢会？嗯。啊，结果甲放倒来恁兜，摕倒来恁兜，可是恁兜还是作怪，敢有？嗯，没有。有诶，树啊，互长倒来，做做一个，迄叫啥？像咱这叫神像，嘿，神像。然后这个神像，它本身已经是有精，迄、那个精伫内面啊。啊，然后石头有时候被刻成雕像，伊嘛是有那个精在里面。啊，那个精怎么来？人讲诶，然后山腰水怪迄个精，神精迄个精怎么来？从你不想去改变的思想，我就是。做我家己就好啊，我免去管别人。别人好歹嘛无我诶代志，啊，我家己诶好歹，我搁会拣好歹哦。家己诶好歹搁会拣好歹哦。你讲叫我要从啊，他都约定来做那个问安活动，我讲嘿，你咧讲，我无交你约定哦。吼、哦，我即个人我就是咧爱讲话，我就是安尼，我就是安尼。我无歹意，我讲话就是大声。我无歹意，我讲话就是爱瞪瞪啊。恁拢知影，我就是这个个性啊！我啥物都无歹意，我毋是一个歹人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性地做歹的人。哎，更得有这种人，那大家拢要笑吼。各位前贤，这个修到最后，山妖水怪都有份。这佛我讲的，不是后学讲的哦。山妖水怪有份哦，啥物意思？因为你就是哪，我哪想要。超脱轮回，我哪无爱轮回？我超脱生死，但是我脾气毛病，我就是不改。你要叫我什么改变？要叫我做啥？我就是无来。我就是我，因为我就是迄个有的。他对我迄个该误解哦。他把那个假的当成是真的，然后我们看不到所有的视线。其实一个道中吼，一定有感觉好吼，感觉无好。一个道中有老人，有少年人；一个道中有是有非；一个道中好，是安尼甲咱大家报告。社会嘛是安尼啦，家庭嘛是安尼啦，去到倒拢共款。去到哪里都只有两个字，叫做恩跟怨。所以咱拢会讲恩恩怨怨何时了？迄了不了啊！独一家人总不觉醒。阿伯伯可怜，啊，所以各位浅显，当你试透了这一项的时候，你就会很清楚的、很明白。其实那边改变别人够简单，嗯，无简单呢。改变别人不是咱的功课，但是改变咱家己嘞，嘛无简单吼、哦。但是这无简单，爱改变无、哎，这是一个坚持。无简单嘛是爱改变。如果你若感觉这个无简单，啊，就算了，然后就卖变啦。反正很多人吼、哦，好像在交好像朋友啊、同事在聊，想到不要紧啦，人死死的就算，不会有死了就算了，不会有以后的事。哦，阿公如果是这样，为什么不管基督教、佛教都会有说死后还有审判？基督教的时候嘛，那时候有审判。哦，不管道教、佛教，最后为什么要有那个审判？是要判死。各位前贤，你要想判死。啊，咱进行借的，咱来。借着你的周书慧帮助台湾，借着这种老师教咱是，伊愿意拉我们一把，伊是安那请甲破破烂烂，伊嘛是标的，是咱的业力求得了，开始要来甲咱掠，伊就挡伊头前，互伊救，互伊拍，啊啥拢拍不到，伊是安尼来哦，啊但是安尼来，咱搁看着讲，啊伊哪会拢安尼，啊当好学个，讲这故事互小朋友听的时候，小朋友感觉，哇、哦、他们好厉害哦，他们像那一种。现在有在拍那些游戏哦，他们像李东姐年后小弟妹吗？他们像什么？那个那么厉害，他们可以拯救所有的人，捡宝物啦，你拍捡宝物的料，伊应该是批嘞宝物的，那个太厉害，比他们还厉害。哦，你要不要成为他们？要，我以后要成为他们。啊，各位浅显，那那有时候我们也要去明白先佛他们的由来。咱当着小朋友当着，把浅显来甲咱问一下。阿伯，那各位浅显，咱来问讲，啊，观世音菩萨是男生还是女生？观世音菩萨查甫啊，查甫的。嗯嗯。为了开始歪头啊。像。不是查甫的吗？不是妙善公主变的吗？妙善公主是妙善公主，伊在世，伊到讲伊生得了是查甫啊，查某嘛，对吗？
这个老师，伊敢无拢永远，伊拢是迄个天德化心吗？因为伊已经心得起去啊，他就没有所谓的男生、女生、男下、女下，这都是咱人，所以咱人总是拢有一个对唔对，查甫查某拢有一个对立啊。简单讲是对立，啊，这个对立会很容易对，你面对伊，啊，你家立起来，你家站好起来啦，对立就是站起来，啊，你就很容易掉惊，你就很容易掉惊哦。什么叫掉惊？哈、啊？我去哪呢？哈、啊，哪会安尼？哈、啊，哈、啊，哪会安尼？听到做圣经的那种，哈、啊，我想做容易听到啦。前线那个，我想讲啥？啊，边仔前线人家就惊讶，就惊讶，哈、啊，哈、啊。啊，如果时常不要保持对立的心，够简单？嗯，无简单吼。啊，所以不保持对立的心，爱点有三好。自真心要持前面，然后啊，时常要悬视呼吸，就是三宝在用念念念念。啊，咱来练习看见不对？因为咱再来要甲咱报告的是，咱后一道的课程是十一月初八，吼，开会班今年最后一节课，12月初八，重点教师要甲咱讲优化生命的每个阶段。伊个题目是圆融心自在情，啊，主要要讲要安那，伊个生命佫较优化，佫较好。那么咱个主要个十一月特别新专班有16、18，吼，啊，23，即话有伫林边，有伫大内，啊，敢若有伫，诶，毋是啊，就是分布啊，有伫遮吼，啊，咱啊请咱各自的组长，啊，讲训班是咱遮11月13跟11月27。儿童读经班的是伫咱的逐礼拜五暗时啊7点，啊经典研究咱即卖是6组。